给大家来一个历史课啊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啦啦啦啦说天道地论古今，麦子也许有创新，穿过中原到大漠，今天上堂历史课，三国周陈和吕布，历史舞台大人物，吕布为他着了魔，勾结王允杀董卓，杀完董卓同袁术，胯下战马叫赤兔，杀敌斩将已无数了，三英无法挡他路，要问三英哪几位，关羽张飞和刘备，三人称兄又道弟，那个铸就桃园三结业，刘备又叫刘玄德，誓死要把江山夺，赵云也把他辅佐，那个三顾茅庐请诸葛，说完三国讲水浒，天生梁山雷战鼓，农民起义抢国土，那个拼命要为民做主，梁山宋江是大王，人称孝义黑三郎，策略指挥能力强，那个武术不是他擅长，二哥名字叫武松，练就一身好武功，人送外号叫行者，那个愿为兄弟把命舍，梁山好汉战方腊，敌众我寡不惧怕，青丝都变成白发呀，他的美名传天下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拍在沙滩上，梁山一百单八将来，我来把他们歪唱，祝云龙公孙胜买个手机叫 iPhone， 小李广哒哒哒，弹弓比赛他称雄，母夜叉孙二娘就爱欺负喜羊羊，青面兽沈阳日，那个顿顿燕窝和鱼翅，花和尚鲁智深带着链子开大奔，年年罗栾小鸡，那个成前成雄打飞机，小旋风是柴进坐着地铁玩微信，那这个屌丝真给劲，说青龙白虎身上印，毒火星是孔亮爱吃大葱蘸大酱，矮脚虎是王英，男的越来越精，扑天雕是李应，身上八十多种病，而且全都是恶性，那个随时都能要他命，神火将魏定国为了金钱免全裸，跳界虎是陈达，走私毒品抽大麻，九尾龟陶宗旺身宽体阔非常胖，随时随地把屁放，那么音浪高过另一浪，以上全都是历史，竖起你的大拇指，只要大家都喜欢，每天我都写一篇，小林昨天很受伤，了解主播不好当，谁都不要再嚣张，再来惹我就开枪，昨天梦中丢了魂，带着铁枪去挖坟，挖到牛鬼和蛇神，那么跪下叫我男大人，谁要再敢欺负他，鬼就把谁带回家，谁在公屏把话刷。